我有10间 property， 但是我有8间公司，我是用8间公司来买10间 property。OK。然后我想请问你，我可以把这些 property 全部转去 IHC 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公司自己本身也是人啊。这样你做什么要转去 IHC？ 可以给我知道一下吗？因为我想说全部 property 放在一个 IHC。你没有打算卖吗？没有。你那个8间公司是神人把他的公司在跑住营业的吗？我是 under investment property 的。Investment holding 的？我是哪来投资的？就是讲我买来只是租出去投资，对。投资的，完全大多数是店铺是吗？店铺。店铺啦。对。你要完全放进去都 OK。如果讲你要这样子做，是因为你要省那个audit fee 是吧？对，但是我问过 auditor， 他说如果你这样子费用也是很高的。是因为你那个 loan 哦要给很多钱。因为我的 loan 我其实很多间已经 settle 了的。OK， 如果讲你要这样子做，你可以这样子做，可是你可以这样子做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周末我这样子讲呢，你看是这样的，你做什么完全要放进去啊？可以给我知道做什么吗？我是想说，其实我们这些是比较老的股思想了。我想说成立一个好像以后老的基金，给我的小孩子。叫你应该跑 trust 这个路线了的。跑 trust。trust， 因为你供完了，你就可以用 trust。所以如果私人的也是可以进去，对吗？可以，你对，私人也可以。这个东西 ，sorry 啊，我讲，我没有这样的意义啊。这个我在 Platinum 才教的 ，sorry 啊，因为不是我不要教，不是每个人讲到 trust， 因为我没有讲到，你们没有打算要 build 20个 million 的 portfolio， 你们讲 trust， 你们也听不听来做什么？了解了没有？在 Platinum 里面，4天那个里面，我会教这个东西的，我会给你那个 contact， 然后你可以直接去联络他，因为我的 trust 也是他做的。哦，这个我先生有上。有哦，这样就 OK， 因为 trust 你可以用来做 trust， 这样做 trust 自己本身你不需要完全 transfer 去一个公司也无所谓的，那个公司可以照样营业的。那如果我有一间说后它是安的死人名，但是还没有供完，我也可以转进去吗？可以，可是当你转进去，你可以借88%啊，你可以转进去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所以看哦，你要看，可能你有8间公司，可能你不要8间这么多，你不是。换掉2间还是3间，完全跟他装进去咯，看你那个 size 咯。只是放2间、3间进去。你喜欢哦，比较容易 manage。哦，因为我之前是有这样想法，是讲把全部的公司的 property 放在一个 IHC 这样子。这样我觉得到 go ahead and do it。如果讲你完全要放一个哦，完全放进去里面没有问题的。哦，所以如果我帮你看你的 profile 的话啦，我会这样子做，我会讲有什么东西你要想永远说，你在那个10个 property 里面有没有东西讲要卖的，有打算以后会嘛可能卖的。哦，就是讲如果要卖的就不要 transfer。不要 transfer。想要收永远的就完全放进去。OK。因为卖的时候你可以用公司来卖出去。总之，私人和沈良把它都可以一起放进去的。对，因为你有打算要卖就没有意思咯。对。像你有一个东西你要做一个 trust， 你要放在里面的话，这样那个完全收进去咯，连买你那些物资啊，完全你放进去里面的，没有问题的，这样就可以做一个 trust。OK， 谢谢老师。OK。